是麦咖啡啦。啊，是小艾莉亚。小艾莉亚你好，我现在开了咖啡店，你要来喝一杯吗？但是我是小朋友，不能喝咖啡吗？啊，没关系的，我们店里有专门的儿童咖啡。哇，太好了。你想要哪一种？这里有焦糖味的和香草味的，要哪种啊？我要焦糖味的，然后奶奶和是豆奶，再加上一小杯咖啡，最后多放一点奶油，还有别忘了盖章哦。小艾莉，没想到你这么了解咖啡，太厉害哦。那我就是学妈妈的样子了。好了，那就给我香草的吧。那么我现在就给你制作简单的香草味的儿童专用咖啡。哇，好期待呀。那要先制作咖啡的话，需要准备水。嗯，在这里。然后在里面放入香草，放进去。现在要做，把香草提取出来。哇！香草放进去了以后，要放进水，水就开始出来了。咻咻咻咻，滴嘟滴嘟的出来了。咦，滴答滴答往下滴呢。来，咻咻。搅拌一下，均匀的散发一下香气。来，小艾莉，香草咖啡做好了，谢谢。请慢慢用哦。嗯，是你的话得这样喝哦。哇，超级好喝呢。真的吗？嗯。那么，小艾莉，香草咖啡是20元。20元。对。等一下哦。冰冰。啊，什么呀？是不可以的，没有20元的话，你必须跟凯莉在这里打工干活哟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小艾莉，我们有趣的来做，不用着急。好，等一下，穿上这个吧。知道了。今天因为有小艾莉你在场，嗯，所以我们来开发一下多种各种各样的咖啡，怎么样呢？哇，好想法呢。那去把开发新咖啡的所有材料拿过来吧。嗯。好呀好呀，好，我们有很多材料可以制作咖啡了，看一下我的创意吧。哇，真的好多。先开发什么样的咖啡呢？嗯，草莓。草莓的，把水先放进去，我来帮你哦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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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行了，在这里放上色素。会出来草莓味吗？对。哇，一定很好喝呢。先用一下别的工具。好，用注射器吸取出来。好了，要提取咖啡出来了，好期待哟。盖上盖子。哇，颜色真的是太漂亮了。哇，闻一下，这是草莓味的。嗯，咕嘟咕嘟。啊，怎么？你马上就喝了？好好喝。啊，是真的吗？那么，草莓咖啡完成了。完成了。这次我们做什么样的咖啡呢？这次呢，蔬菜汁怎么样？蔬菜汁的。那么要重新放进水。先把水放进容器里去。哈喽，现在要放入凯莉的蔬菜胶囊。哇，好可爱，可爱吧？在磨咖啡豆的地方放入蔬菜胶囊，要放得满满当当的，全部都放进去了哟。不喜欢的味道，没关系的呀。然后要磨碎蔬菜胶囊了，按一下这个按钮，再加蔬菜呢，好像都磨好了呢。让水流出来吧。好呀。哇，颜色，看一下吧，绿绿的。滴答滴答。好了，行了，我来尝一尝。嗯。哦，非常健康的感觉。
感觉，是吗？你也来尝一尝。不用担心的。哦哦，味道不错呢。是吗？那么蔬菜汁的也成功了。成功啊，这次来做个大海味的咖啡怎么样？海洋味咖啡，还有这种咖啡呀？有啊，等一下哦。哒哒，带有大海味香香的胶囊，太漂亮了，快放进去吧。好的好的，大海香味的胶囊放进去。哇，好了，请放入水哦。小艾莉已经是咖啡专家了。嗯，是当然啦。现在要提取水喽。哇，想起大海，这是呢。现在好像都可以了。这次让艾莉先喝吧。凯莉也想喝哟。好，知道了。哇，真的好特别。这个即使卖的贵也是可以的。好的好的。那么已经成功的做完了吗？嗯，但是好像还是少点什么。再来一次。可以再做一种吗？做什么？有华丽丽的咖啡就好了吗？啊，放一点闪亮粉就可以了吗？亮片，放一点闪亮的粉末的话，这样的话饮料就会一闪一闪的闪亮登场。太棒了，快点快点。那放点水。哒哒。不行，小艾莉。嗯，还没有放亮片啊。我等等等等，小艾莉，先跟大